往下摸。你说你往下摸，那个角度，你屁股要搬开才会高高的。所以啊，你看你的手指，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我的手指在牵丝，我的手指在牵丝。黑局一斗几，陈怡大战郑家纯，炒仙人跳炒到歪楼。为什么是郑家纯？因为我请他来这个直播跟我正面对决、啊、因为我不是靠后面，我不是靠背面的人。也许就是黑局姐郑家纯，您是靠背面的，我没有靠背面，靠脸的。你知道吗？我有需要露屁眼吗？不需要，就是来请你跟我正面对决。郑家纯之前因为性骚案找来律师王启任，但律师却被曝涉嫌勾结仙人跳集团，遭网红陈怡狂酸。双叔终于在昨深夜直播对决近三小时，1.5万人搬板凳收看。今天要聊的就是，你认为你的律师是仙人跳集团的重要干部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这是不是跟你所谓的人家觉得你是请问你有是不是双重标准呢？这个问题是哪？你有证据吗？你有证据要给我吗？啊？我委任他做一个官司，那他在他那块的工作和他其他的工作案件是互不相关的，这个应该是明理人都能够理解。就你知道，我现在要跟你讨论的事情，就真的只有多少证据就说多少话。那为什么你有证据认为我那张照片黑色的部分不是骨尾椎的阴影，而是肛门？你的证据在哪？我没有证据，所以我觉得疑似。没有，可是你是笑黑橘姐吗？没有，我觉得疑似啊，因为黑橘姐，我想说，这个难道是后置 P 图上去？我有说各种假设，把你一直在打脸你自己。如果你真的有多少证据，就说多少话，你会每天这样子炮轰所有的新闻主角吗？你会把你人生的2/3以上的时间都放在别人发生什么事情上面吗？你都不是当事人，你的证据到底在哪里啊？那你也不是当事人，你会知道这个人吗？我想是在哪？没，现在炮轰柯文哲啊，黄国昌啊，不敢选。既然你这么的关心受害者，那想要请问一下，读过法律系的陈怡，要大家要怎么搜证呢？我们先来回答柯文哲的这个问题好不好？不用扯啊，不是要聊？没有，因为是你先扯的，所以我就问你了，我就说，哎，那你也没看过柯文哲的，你知道柯文哲来？这个制作自己没知道，所以如果我不知道，我就说柯文哲的话，因为我没有看过他的，只有配其他的吧，所以呢，我就觉得他可能疑似，我不确定有没有，不知道事情要假设，不能直接说。柯文哲 leader 什么？没有，这样倒霉呢。不过他有呢，为什么你夜店会卖不好呢？你们要先想想看这个问题。嗯，因为我很不认真在做业配，我没有心要做业配。你自己一直没有看过我的生殖器官，然后你要一直坚称那张照片。尾椎的阴影处是肛门，那为什么你会这么肯定呢？不好意思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，我再把照片拿出来看一下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直接坚持的说它就是肛门，我从头到尾说的东西都是没有啊，你有讲过啊，我做了各种大胆假设，医学上来说尾椎在这个位置，这个比较尾椎就会不是尾椎，好，再来呢，你去摸你的屁股往下摸，你说阴影，下摸。那个角度，你屁股要搬开才会看到肛门。你要我教育你教育的这么直接吗？所以啊，你看你的手指，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我的手指在牵丝，我的手指在牵丝。天哪！因为呢，你知道的，我所理解的尾椎真的就不在那边，真的不用再硬凹了。没有你的，不是你的，你看你讲我硬凹，你一开始人，你讲硬凹，你不觉得很荒唐吗？好的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就在这边呢更正我之前说黑橘这件事情，我在那边更正说是尾椎阴影姐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因为你想要摆脱T台妹的这个，那就是不是摆脱，是就是我已经27岁了 ，OK， 我不想要被叫妹，然后你一个37岁的人来叫我姐，你不觉得你自己很怪吗？